盛。各位现场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是四号佳丽谢一杰，今年18岁，来自于高雄市，专长是戏剧及主持，兴趣是学习各种不同风格的舞蹈，喜欢观察身边的人事物，喜欢探索大自然的美好。参加这次台湾小姐的选拔是我人生中的转捩点，过程中所有的相遇，所有的学习，才是一辈子真正的成长。其实刚开始参加台湾小姐的时候，我还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小迷糊，但是有身边家人的支持鼓励，还有所有佳丽们的互相扶持，以及我们的潘主席还有我们的游总监带领下，让我学习到了专注及负责，也认识了经历磨练蜕变成第九届台姐学姐的曼荣学姐，以及凯琳学姐的成熟稳重。尤其是前阵子出国的时候，出国比赛的临时学姐，即便受伤也勇敢坚持不懈的，用最灿烂的笑容将台湾带到世界上的国际舞台上，让我更加了解到台湾小姐不是漂漂亮亮的当花瓶，而是由衷的喜爱台湾，发自内心的由内而外的将台湾带到各个国际舞台上发扬光大。在去年以及今年的6月，我非常光荣的代表高雄市前往美国姐妹市外交演出，也代表台湾前往世界马来西亚东方肚皮舞大赛，荣获团体组亚军，个人佳作。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台湾小姐这次的选拔，期许未来能有更多机会能够代表台湾参与活动，让世界上更多人认识台湾之美。 Dear judges, I'm EJ Shay, No. 4, and I'm from Kaohsiung. I'm happy to be about to participate in a selection of Miss Taiwan. I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future. Let more people could know the beauty of Taiwan. Thanks for listening. 谢谢大家。谢谢四号的谢碧杰小姐。